淀粉相当于可以整啊，1点钟了还没煮，什么时候吃啊？晚上吃啊，晚上吃啊，晚上吃啊。对，咋了？扎了个钉子啊。嗯，扎了个钉子。现在就开始煮了，马上开始煮了，家人们啊，没点赞点点赞啊，咱把爱心往上点点，欢迎大家啊。嗯，这个炸锅。这是他在插电的。嗯。嗯，对。还有个粑粑，他粑粑是插电的嘛？奶奶她说她就想买个这种。嗯，我以为中午吃了，中午但没吃，吃的晚。他们今天忙，太忙了，所以说今天不是雨，不是下的很大嘛，就比较忙，啊，咱没点赞，点点赞，欢迎大家啊，把这个弄一遍就行了，洗两遍就行了。有没有热水？有没有热水？有，用热水洗就行了。你给着等。嗯。端不到。嗯，端不到。对，多少钱姐？有链接吗？这啥有链接吗？大哥，这排骨是从街上买过来的，怎么有链接了？啊，炒排骨吗？没，用这个，用藕炖，用藕的话炖排骨，用藕炖排骨。啊，表姐洗去了，啊，表姐洗去了。欢迎大家，有锅链接吗？锅链接没有，这是网上买的，这网上买的，网上买的。看吧，今天快递才到，快递才到。对，插在这地方，它有个这个，有一根线。有根线，这样插着就行了，就放在那里就行了。对，中午好啊，家人们，中午好。咱今天就中午就炖排骨吃了。对对对。看到没有，哎呦，这个等一下掏一下，这个有血水啊。谢谢春夏姐，谢谢春夏姐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以最快的速度把点赞点到10000啊，以最快的速度咱们把点赞点到10000，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？这个地方点赞，咱们动动发财的小手指，好不好？进到直播间，咱们一起动动小咱们的手指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对，弄点。你倒点热水嘛，你用这个锅吗？还是啥？就用那个盆呢？就那个铁盆。嗯。表姐走了吧？表姐一直没回来。料酒，有料酒，有料酒，这里专门有。哎，那瓶料酒呢？啊，料酒在那儿。在那里吗？嗯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对，等下煮的时候放点料酒就行了，去腥。然后再整点生姜。我不是，我让他洗一下，先洗一下，热水洗一下，用热水洗一下。心月怎么不高兴？他没不高兴呢、啊，他没不高兴。他没不高兴呢、啊。你说我不高兴。他们说你今天有点不开心。是我没有笑，就是你没笑。我刚刚就是。到了，早就到了啊。今天是去赶场了，好多肉。对，今天赶场去了，今天赶场去了。今天起得太早了。对。睡了一会儿有点懵。到1点了还没吃饭呢，因为来得晚吧，来得晚就没吃吧，我都让他等我们啊。因为今天赶场人多热闹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赶场人多热闹，啊，有没有知道这面粉是干啥用的？这面粉干啥用的？有没有知道的？啊，哎，我不能招那些，招了他，等一下说卖货，那就尴尬了。行，哎，这点不多，这点就直接一下全部炖完，这一点就直接炖完，啊，你俩同岁吗？什么同岁？怎么可能？我才过来，大哥，啊，我才过来，想啥呢？嗯，对，把它多洗几遍。你怎么着哪儿装什么？我觉得那个水水的。对，改善生活，冷水下锅，冷水洗肉。他最近好像冷水洗不了，家人们理解一下啊。用热水洗也行，热水那是都可以，可以开水啊。也行。喊点冷水行不行？你俩直播真好玩，对。开水的。没有，理解一下，用热水洗啊，懂得就懂，不懂得我也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解释。能懂吗，家人们？啊。知道吧？懂吗？懂得扣个一。啊。温水洗，对。懂得扣波一，懂得扣波一啊！我就不多说了，我都说了，反正你们应该懂就行了啊。所以说我为啥说用热水洗？哎，你小心别烫到了，多舀点冷水吧。
多加点水啊，大家都懂是吧？放点面粉洗得干净，那算了，放点面粉，那就开始炸了。奶奶喜欢吗？还可以，还行，还行，家人们，啊，还行啊。怀孕了，神父啊，怎么怀孕了你的？啊，知道吧？面粉是用其他用的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家人们，先出水的啊，怎么放到女人的身体去啊？明白就行，明白就行。帅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这个东西嘛，对吧？他那个啥，多少懂一点噻，看得出来噻，家人们。啊，那男人虽然说男人不懂嘛，还是多少懂一点呢，是不是？多少还是懂一丁丁呢？对，用的热水，温热水，用的温热水啊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咱们就跳过，家人们。啊，咱们就温热，就是那个这个话题，咱就跳过啊，就跳过。对，今天炖肉吃啊，炖排骨，炖排骨啊。欢迎大家，咱没点赞的能不能点点赞，家人们，咱们能不能点点赞啊？你要放锅里爆一下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啊，家人们啊，他会的，他会做啊，咱不要打扰他。对，咱不要打扰他啊，不要打扰他做美食。冬瓜吗？用的藕，用藕，你替他洗吗？这个我做饭的话有点差劲啊，家人们，我做饭主要是有点差劲啊，所以说你们懂的，万一做的不好吃，不好浪费食材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也好吃，先踩个的把中午饭吃了，没事儿，他们早上吃的晚，因为咱们今天去镇上的话，在镇上吃了的，9点钟10点钟的时候在镇上吃了一点饭，所以说不饿啊，所以说不饿。对，莲藕炖排骨汤 nice 是吧，非常好的。对，咱今天去镇上，今天他们不是镇上那个嘛，所以说去镇上买的。感谢大家关注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咱没点赞的帮主播点点赞就行了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谢你们啊。大山里面的空气就是不一样，真的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就是泥土的气息？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身在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到处都是山清水秀的，特别是刚下完雨之后，啊，奶奶又行，对对对，家人们，我要不要带你们看个东西？这是我跟新月两个一起种的，我带他们看一下。看什么？行啊，等一下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啊。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买的时候是直接给的钱啊。要不要看，家人们？要不要看我跟新月两个，我们两个共同那个的东西？看的可不一，看的可不一啊。行不行？全直播间的人看着你煮排骨，对对，我们俩种的花，我跟新月两个种的花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种子撒的有点多啊，这一块地全是，看到没有？种子有点撒的有点多啊。这个知道是啥花吧？这个是那个，就是相当于向日葵啊，向日葵。然后各种，你看这底下这些草，这些全都是那天他种多了，知道吧？种多了。你有没有骗这小姑娘？我骗她啥？家人们，我骗她啥？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地，哦，他做的太密了，到时候再移一下，把这移子，把这一片路，看到没，家人们？把这一片到时候直接弄土弄过来，然后把这些向日葵花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花全部种着，把这一排全部种着，然后呢过一两个月之后，你们就会看见这一片院子全都是花。没事儿，家人们，这种子撒多了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移植，它稍微长大点，我们可以移到这旁边种着，把这一排，这门口这一排全部种花，到时候你们都能看得到，知道吧？长成啥样你们都能看到，经常可以在直播间看到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对，长大了就可以移位置了啊。奶奶现在在烧火，奶奶在烧火，等它长一点之后，可见苗到处一堆，什么花什么花都有，各种各样的，买了很多种，买了七八种花啊，比如什么向日葵啊，杂七杂八的都有啊。男孩还喜欢花，这不是说男孩子还喜欢花，这个是我跟新月两个一起种下的啊，知道吧？明白吗，家人们？这个意义不同，这个不是喜不喜欢，我喜欢花啊，新月也喜欢花。来，咱们坐着啊，对，生煎切片，祝你幸福。奶奶饿没有？奶奶啊，奶奶饿了没有？我说饿了没有？奶奶听不懂我说啥。我说我不
不饿啊、不饿，奶奶说他不饿，奶奶说他不饿啊。那你们两个还，哎呀大哥这才懒得懒啦、啊、这真的这结婚啦、啊、真的听不懂，他听不懂我说啥，他听不懂我说啥。我问他奶奶饿没有，他说听不懂，他没听懂我说啥。奶奶说先把它炒一下，你们那边是怎么弄的？我们那边的话是先用白水煮，直接焯是吧？对，先把油把那个就是血水焯出来，放生姜料酒焯出来之后，然后再过一道油，过一道油之后然后再煮。那就按照你们那边的。对，每个地方不一样啊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我说四川话他们有些人听不懂啊，家人们，我说四川话。对，炒下香，对，先焯水然后再过油啊，然后再放水煮，对不对家人们？应该有些地方的煮法不一样啊，跟咱这边煮法不一样，但是大同小异的。对，大同小异的。那我放水了。阿浩说一下四川话，我听得懂。我是重庆人呢、啊，我说重庆话嘛。是不是不是大的啊？是小的啊？先放水是吧？先放水啊。奶奶说先炒，你说先放水。先放水吧，先放水。我跟奶奶的意见有点不统一，家人们。奶奶说直接炒。对，什么肉？排骨啊，骨，大骨啊，大骨。重庆哪里的？我是重庆万州的，家人们。我是重庆晚州的啊，重庆晚州的。我其实我想给他说那个啊，说四川话，但是我怕你们有点听不懂啊，我怕你们有些人听不懂，所以说还是不讲了啊。还是对，我们也是先焯水，然后后面再过油，知道吧？对，先焯水，把那个血水，把那个杂七杂八的先焯出来，然后再那个，知道吧？四川话说了容易封号，听清楚啊！我也是万州的，对。现在一点钟了还没吃饭，今天是他们这边有赶集，能懂吗？家人们，就是说隔一段时间有一次赶集的时间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带着他们我们去赶了集，然后才回来。刚刚在集市上我们吃过饭了，10点多钟的时候，所以说现在都不是特别的饿啊、所以说现在先煮嘛，因为这个炖排骨要炖一会儿，啊，可能要炖个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的啊。赶集懂吗？对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他们会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集，隔一段时间有个集。对，四川话叫赶场啊，四川话叫赶场。是的，是的，每个地方可能不一样啊，家人们，但是应该都差不多。咱们四川，就是说咱们是哪个地方的人，能不能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？就是咱们老家是什么地方的人，能不能打在公屏上？你没有高压锅吗，阿浩？这里这边没有高压锅，你们走到一起了。没，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，万州、崇州、广东啊，这么多外地的吗？安徽的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这么多人啊！咱们真的是五湖四海相聚会啊，家人们，五湖四海相聚啊，啊，都记得这个大直播间来，那个小直播间吧，咱现在是个小直播间啊，对，欢迎你们，欢迎大家。石笋是哪里的啊？就是你不是重庆的吗？啊，你不是重庆那个票槽的吗？阿军，你咋又是石笋的了？阿浩，你那个排骨煮一下可以煮开，对，先用热水就直接可以下锅煮了。阿浩是泡流高手，家人们，我不是泡流高手，我是啊，就是我比较那个啥啊，专心专一啊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搞得你不是一样，对，咱们都是票槽的，感谢光哥的关注，谢谢。啊，四川德阳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！谢谢你们的点赞，感谢大家啊！动动咱们发财的小手指啊！谢谢你们啊！对，感情专一，咱不是那种，是吧？今天一个想法，明天一个想法的。等一下，我那个被打湿了，点不燃。嗯，好。四川人最多，对，我们这里叫上街弄炉哦，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，家人们，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四川重庆应该都有的地方叫赶场，有的赶集，有的赶啥啊，都是这种，知道吧？这女的有20岁了吧？不止20岁，他们说你才20岁。嗯，我才18。来嘛，你们猜一下，新月有多大？家人们，你们猜一下新月的年纪啊？有没有人猜得到的？啊，咱们老直播间的老人咱就不猜了啊。咱们直播间的老人就不猜，让他们新进来的人猜一下。对，咱们直播间老人就不猜，让新进来的猜一下。啊，23、22、23，哎，还是有很多地方。对，我们也叫赶场。对的，对的。你们这哪里？我们这边是四川，18。
啊，还有才18岁，18一枝花啊，18一枝花，走路笑哈哈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啊。对，我们家新月还小啊，28，小鱼儿，你这个眼神还是非常哇塞的啊，还是非常可以的啊。新月今年23岁啊，23岁，家人们啊，其实咱直播间有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啊。我是遂宁的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啊，咱们能点赞的能点赞的帮忙点点赞啊，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帮主播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你咋愣搞笑呢啊？其实我是一个搞笑主播啊，我只不想给大家搞笑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谢谢你们的关注，谢谢大家啊，关注关一关啊，活到93啊，希望大家都是长命百岁，谢谢大家啊。咋了？你笑啥？觉得你说的真会说啊，会说吧、你也必须会说呀，我必须把你教的能说会道啊。你要让我超越你吗？啊，那必须超越你，超越我啊。你觉得我能行吗？必须的，23岁可以谈恋爱，抓住人啊。对的，感谢陈明哥啊，我会抓住机会的啊。然后请大家一起吃喜酒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这就吃喜酒了？嗯，这么快？行不行，家人们啊？四川男人好色，我跟你说，全天下的男人都好色。如果说男人不好色，那你算男人吗？哪个男人不好色？你这话说的，对不对？那边好不好玩？反正好不好玩我不知道，但是空气倒是挺新鲜啊，对吧？弄点料酒去腥啊，我知道，家人们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个东西嘛，慢慢再说嘛，慢慢再说啊。春节到，阿浩就去吃喜酒。好的，家人们，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，来我家吃喜酒啊。欢迎你们啊，浩哥，你看哥们儿了，那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。条件怎么样？条件非常的好啊，条件非常的好，吃山水啊，用柴火，条件非常的哇塞啊，家人们，条件非常的哇塞。男人不好色，纯属虚，本来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咱不能装。那你说男人不好色那是不可能，但是男人要有自制力，男人要那个，对吧？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这完全是对，环境特别好，环境特别好。为啥呢？说实话，咱们在城里能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吗？啊，能一眼望过去全是绿吗？咱在城市里完全看不到这些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们在城市里，大城市里看到的是车水马龙，根本没有，是吧？像这种人间仙境一般啊，吹着烟，吃着饭，这才是神仙一般的生活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感谢我君子兰姐送来的玫瑰花啊，是不是？看人看品，对，这句话说得好啊，好色有品就行啊，没毛病啊，我也觉得是这样子。咱们人的话，只要做人做得好，你这个东西肯定不会差的啊。欢迎潇洒哥，感谢我菲菲姐送来的碰拳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条件太好就没有真感情了，这句话说白了，有对也有错。这个分人啊，这个不能一句话那个啥啊。主播六个脸，看看主播，稍等一下，家人们啊啊，对，直接可以倒进去了，倒进去，然后把生姜啊这些都可以了，对，排骨冷水下锅，你们那边能不能拿？对，山清水秀出西施，那必须的啊。一般美女都是在深山里面隐藏着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对，生姜，然后倒料酒，直接倒里面，对对，直接倒进去。直接往里倒啊，生姜下锅，料酒下锅啊，然后去去腥啊。对的，主播绝逼绝狼一个，感谢啊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必啊，多倒点，多倒点，模式好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对，倒点料酒。浩哥还是非常帅的，谢谢谢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。对，生姜大蒜都可以放一点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咱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谢谢谢谢大家啊。我话的话可能说有时候讲的比较多啊，家人们不要嫌我烦啊。答应了吗？你们猜，你们猜答应了吗？用锅盖盖起，好的好的，我把他家那个锅盖给拿过来啊。对，拍一点蒜直接搞里头啊。我也去吃饭去了。好的好的，说重庆话好听呐、啊，重庆话你们听不听得懂？听得懂重庆话的扣个一啊，我看一下，看你们听不听得懂。这个姑娘好像不是，他们这边的做法跟我们那边做法不一样，所以我一直在教她做我们那边的做法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
我在教新月做我们那边做的排骨，他们这边跟我们做的不一样。就是我们做的话没有那么多讲究，对，然后做出来就不好吃。他们做的没那么多讲究，可能就是你吃不惯，要怕你。嗯，好了吗？好了，盖上锅盖啊，盖上锅盖，咱们听得懂是吧？我也是四川的，欢迎大家。行行行，我来买点花椒，昨天收到了，买点花椒，昨天收到了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我是成都的，肯定听得懂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！但是咱们还是讲咱们中国最最最流行的话啊，讲咱们中国最流行的话，普通话啊，咱们听听普通话还是非常 nice， 非常那个安逸的啊。对，操作正确是吧？必须的。四川多少都差不多，他们那个地方做法有点不一样。我是云阳的，必须听得懂。我也是云阳的啊，还是普通话。我这普通话标不标准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我普通话标不标准？还是可以啊。新月的普通话也挺标准的啊。我的普通话一点都说的不好。你普通话说的不好，我觉得你普通话说的相当 nice， 相当好啊。你是人美漂亮，声音甜，知道吧？人长得又漂亮，说话声音又甜。包准是吧？必须包准啊，相当包准 ，nice 啊，知道吧？没事儿啊，什么时候和新月结婚？那个东西看新月呀，要看他家里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表姐走了吗？他表姐没走，他表姐在外面 happy， 啊，他表姐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就怕川人讲普通话。他们都问你是什么学历，啊，你能告诉一下大家你是什么学历吗？他们觉得我是。你们觉得新月是什么学历？有没有能猜？我看一下谁猜得中啊？谁能猜中的新月是什么学历？啊，家人们，火都灭的，还在不停的喷。啊啊！高中、大学、初中，来看一下谁猜得准啊？大专、小学、大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学历，哇塞！大家们都以为他是大学生吗？都以为你是大学生呢，真的呀？啊，幼儿园，有人猜你是幼儿园毕业的。感谢我成功男人的关注啊！要想成功先发疯啊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应该不是大学生，小学，但是小学的也挺多。欢迎我雨后姐啊，欢迎雨后姐。初中，来啊，等一下，马上我们就揭晓答案啊，家人们，看一下你们谁猜对了啊！猜对的一人给你们整颗花椒啊，给你们送颗花椒，好不好？研究生啊，你是什么学历？嗯，初中啊，啊，初中猜对了。恭喜咱们直播间猜初中的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啊，你们猜对了。新月是初中生，啊，初中毕业啊，初中毕业。欢迎七哥，欢迎七哥啊。整点那个吧，整点花椒啊，咱们这边的土花椒啊。给他给整一点你们这边的土花椒锅里面啊，把这个土花椒搞里头啊，把土花椒对搞点花椒搞在里头，中专吗？哦，还七哥猜的还是比较准啊，七哥猜的比较准，中专对，中午好啊，送个串串，你们要不要花椒？我给你们一人送一颗啊，多的送不了，对，把这个花椒放一点，一人一颗，这个应该是数得高的啊，数还是数得过来的啊，一人给大家送一点青花椒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初中啊，龙岳大学毕业的，对，龙大啊，俗称龙大。我是什么学历啊，家人们？你们猜一下我是什么学历，行不行？我看一下你们猜不猜得准啊？你们猜一下主播是什么学历，能不能猜得到？啊，看一下谁能那个拿过来是吧？一颗我直接弹在嘴里啊。有包子粉卖吗？